我们今天吃这些，先吃个眼珠糖。彩虹棒棒糖，我们今天吃这些，先吃个紫色的，看看里面是什么。草莓爆浆软糖，绿色，看看里边是什么，小橙子软糖，黄色，小牙糖，小铲子糖，我们今天吃这些，先拆个绿色的，看看里边是什么。眼珠糖，紫色，看看里边是什么，汉堡串串软糖，
就有点远，我自己都看不清。你听见了这个东西都看不出来。行行行，这样可以了。我有点近视眼，我昨天上老爷爷要开车，我都看不见路了。我那近视这么厉害，我真的配眼镜去了。我开车啥也看不见。我昨天开车不是去我姥爷家吗？我的妈呀，我好久没开车了，我一开车我看不见了，模糊。我还本来以为是那个车的那个前面脏了，你知道吗？我开的那个我家小奥托，我的妈呀，我下来那个冲玻璃的还坏了，你知道吗？我用纸擦了擦前挡风，还是模糊。我一想可能是我近视眼了，就模糊，不赖玻璃的事，就赖我眼睛事，看不清。这个头发能撑四个月左右吧，四到五个月左右。火鸡面酱没有推荐的，宝贝儿，我要配个眼镜了，要么我过年开车的话看不出来，看不行，拧了眼睛咋回事？近视了，关门，宝宝，弟弟，你来帮我跳一下。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只要弄就行了，不用了，不用了，好了，我眼睛没事，关门，就是有点近视眼，有点看不清。林思源，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刚才我把你的水喝完了。喝吧，我恶心死了！现在你喝我好几回了，我都看见了。你喝我的，我不喝。人家说我至于吗？说的喝弟弟水，你有点至于吗？不至于啊。那你喝我的。我喝你的至于，你喝我的不至于。呸！你的眼睛咋肿了？我的眼睛嘛，我昨天哭了，我昨天想姥姥了，就是像人家想妈妈，我想姥姥了。我昨天去我姥爷家嘛。我跟你们说了，我说把那个大龙虾给我姥爷拿着，让我姥爷尝尝，那么大岁数了，他说他爱吃龙虾，他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龙虾呢。就那个大龙虾，我不是星期天没吃嘛，我昨天就给我爷爷送去了，星期六没吃。然后走到村东头嘛，因为我以前我姥姥他们都在村东头租的房，就住那种房子，我就突然就忍不住了，想哭，哎呦，哭的稀里啪啦的，在庄头上哭了得五分钟，擦擦眼泪又走了。哎呦，难受的我不行，我昨天就是想我姥姥了，就感觉哎呀不能提那种滋味，哭的眼睛回来没烦恼就看到我哭了，然后我还熊了他一顿，我说你别管那么多事。他问我为啥哭了呀，没烦恼看到了，好了搁这吧，可能眼睛肿了你知道吗？没事儿，我给奎哥没吵架是因为我单纯的就是昨天心里不得劲儿。可能今天大家都说我眼睛肿了。吃的啥？吃的蛋糕。刚刚吃的是蛋糕。对，我姥姥不在了。我是啥样的人吗？亲爱的，我可能最近有点太累了，就是我比较开心的时候啊，怎么人就是这样子的，在你不受委屈，在你不觉得累，在你觉得很幸福很满足的时候，你有的时候都很忙的时候，来不及想自己的姥姥啥的。我平时忙的时候，姐妹们，我基本上啊，我就是如果说也没受什么委屈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很忙，我都来不及想他们。但是当我闲下来的时候，然后当我感觉就是很累很孤单，又感觉有很委屈或者是很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他们，你知道吗？我就特别想他，一想就难受，一想就难受，你知道吗？尤其是我受委屈的时候，我给奎哥骂架咒架的时候，我特别难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他们，特别想我姥姥，我就好想哭好想哭，你知道吗？越想越想哭，越想让我哭。家变得真好看是不是？谢谢关麦，拿个猪脑花。彤彤，一定，姐妹们没事儿，但我都不知道咋说了，你知道吗？我不会说那些话，哎，我能懂你那种感觉。咱们一定要好好的。猪脑哪里买的？猪脑是从市里面买的，在济宁买的，太烫了。太烫太烫，吃不下去，有点热。对，我是我姥姥带大的，我是今天下午生的，我晚上就在我姥姥家了。我姥姥从小养到我大，养到我十四五成人。
养到我四岁我就打工了，后来就回家了，回我家慢慢的就回我妈家了。我爸妈都好都在。我爸妈是当时为了要弟弟嘛，那个时候的他们那个年代都想要个男孩子，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嘛，他想再生个弟弟给我，后来就把我扔姥姥家了嘛。在我那个年代很多这个样子的，姥姥带大的，奶奶带大的，跟着姨跟着姑很多，我是跟着姥姥。然后奎哥是奶奶带大的，奎哥是跟着他奶奶长大的，我是跟着我姥姥长大的，我俩都是跟着奶奶姥姥。以前我婆婆是要了小叔子，没时间带奎哥，把奎哥扔给奶奶带的。我是啥吧，我妈妈想要个男孩子，把我扔给姥姥带的，我俩都是同命相连的人。那你妹妹呢，本来是要扔妹妹的，你知道吗，人家都是扔老二，为啥扔的我呢，是因为那时候说只能要一个孩子，一听啊，我奶奶出的点子就是把我送走吧，就这样说的，要不然就扔妹妹了。我替妹妹承担了一切，笑死了。跟着没事都回去看看，嗯，我经常回去跟着姥姥的孩子幸福挺好的。我跟着我姥姥，我就从来没觉得说不幸福，就是挺好的。他们可疼我了，人参果对人参果，这水老足了。想吃我的，想吃我的鸡。行，总共几口人家里，我妈，我有弟弟，有妹妹，然后我还有爸爸妈妈，我家是五口人。哎，奎哥是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我，姥姥姥爷姥爷在，姥姥不在了。我昨天就是去看我姥爷去了。昨天我姥爷买了两条烟，因为我经常不怎么去了，这从给我姥姥生完子又没咋去了，然后给他买了，因为大家都不，现在他抽烟吧，不管他，因为不知道能活几，你看那么大岁数了，八十了再戒烟也不可能了，但他不喝酒就挺好了，给他买的烟，我给他拿了箱火腿肠，给他从家里拿火腿肠让他炒着吃，你像我们家卖的牛排啥的，你给他拿了他不会做，你知道吗，你给他说煎着吃他就不会弄，给他了他又过期了，给他也过期了，都懒得给他拿了，给他拿了点藕粉芝麻糊之类的，拿点那种粉面让他煮着吃，给他拿了一坨路，我每次去都是滴了他拉一大下子，还给他拿的肉，可以吃个猪脑花吗，可以，我戴手套姐妹们，换个手套，那个手套有点邋遢了，我这就来这个猪脑花，脑子脑子猪脑子，来找友，孩子多，孩子多了好，孩子多了且行，热闹，孩子多了孝顺行，姐妹们，不孝顺还不如一个孩子呢，实话啊，就是我真的很赞同这句话，孩子多都孝顺可以，如果说一个比一个不孝顺，那还不如反而要一个孩子好呢，但是大部分孩子都是很孝顺的。对，我姥爷单过，他不，我舅在一起，我镜子和我姥爷不合，我姥爷事儿多，你知道吗，亲爱的，我姥爷和你知道吗，我姥爷是那种拐过的老头，他不是多，他是个好人，但他事儿多，你知道吗，姐妹们，除了听我的我能熊他，就是他可能给我镜子生气了。有的时候带我镜子，有的时候带我姥爷，反正我姥爷能找事儿，你知道吗，人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都嫌他事儿多。他自己过，然后我舅吧，一个舅舅在曲阜，人家是买的房子，他不愿意住，他说我舅上班和儿媳妇在一起不方便，上个厕所啥都不方便。然后呢，我二舅也是做生意嘛，他在不在我们那里住，在旁边我进了那边。然后他都不愿意去，你知道吗，人家也他找人家事儿，你知道吗，这是有也不赖我镜子说他，有的时候确实赖我姥爷，对，倔老头，他事可多了。
他不再看直播吧，要看直播他得生气，你知道吗？他不让我们说他事儿多。而且我给我老爷的钱都让他买啥了吧，我估计着那个赶集的那边没少挣了他的钱，给他的钱全部买那种文玩了，而且买的都是假的。我的妈呀，一个家里面乖乖都凑齐了，剑什么什么什么，这珠子那珠子，这钢球那钢球，啥都全乎了。能开一个假文物，假那个文玩宝贝，就是那个在手里盘的，脖子上戴的，哎乖，项链手镯子手，哎呀全了，而且都是假的，可挣他的钱了。我赶明跟你录录，老铁，他跟他一个屋里没别的东西，都是玉，一说多少钱？39，哎多少钱？50多。多少钱买的？9.9块。他虽然便宜，架不住多呀，老铁。他一屋都是，枕头上、桌子上，还怪哪都挂的都是，噼里啪啦。各种各样的串儿。各种各样的串儿，买回来饼咋子咋做？饼的话煎着吃，老铁。煎着吃，然后加点菜。卖我就快创下去了。我妈都说别给他钱，不给他钱他就不花了。你说我不给了，姐，我有的时候我多少都会给我姥爷钱，为啥？因为我姥爷从小把我养到大，他我真的姥爷可疼我了。我现在能挣点钱，我不想看着他没有钱，你知道吗？或者干啥的，我想让他过得好一点，买点这买点那。我妈不给他钱，不让我给，是因为怕他瞎买。但是我觉得，哎呀，他开心就好了，无所谓了，你愿意买买吧。别缺了钱，我都那样想。没有羊头吧？今天没有羊头钱了，能不能看着点儿呀？别吃了，几点了呀？算点儿。那吃个那个叫什么龙虾尾嘎嘎燥，真的也不看个点儿，也不卖货，吃上瘾了，一盘子都照完了，挣点钱都不够你吃的。挣几个钱呀？那你把龙虾尾都吃没了。你买了3只蛋，太好吃！买了啥呀，伟哥？有点烫，这一会儿吃吧，烫的厉害。这是刚才加热的。嗯，对，但是好吃。刚刚加热完都凉了，现在又太热了。首饰烤吧有，店铺里面有，亲的。这两天我再给大家安排一下，明天买羊头吧，亲的。今天没有。嗯。今天有脑花有啥的，羊腿肠吃个，等等，我绝对吃。等我一会儿，老铁，我卖完货，等我啥的时候，我给它热一下，我绝对给你吃，说吃就吃，咱不吹牛逼，咱不瞎说，老铁。我买了袋龙虾，太好吃了，谢谢，谢谢伟哥，谢谢感谢。哎呀，这个牙膏确定有，别给上次一样了，上次咱都没卖成啊。上次把这个牙膏拿出来，都给我又下架了，一分钱没卖了，一单没卖，没活动了。气死我了！当时你知道吗？烤包给我发错味了，但是准备吃完。不好意思啊，姐妹，下次有这种活动你就联系客服，签的啊，抱歉了啊，签的。潼关饼潼关饼在店铺有，这么多潼关饼的宝贝儿，我们家的这个牙膏好不好用，签的？好用。谁没有用5年，谁是王八蛋的，姐妹们啊！就是我们，就是我有的时候还会换换牙膏，有时候用牙粉，有时候用牙膏，有的时候用别的。但是奎哥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棕榈粉，连换都没换过5年了。我换别的就不感觉又不。我是啥样的人吗？我是哎，我有时候用烦了，纯粹就用烦了，光想换换别的再用一用。我是牙粉、牙膏都用，但是奎哥人家从来没有换过，人家就爱着用这个牙膏。这个牙膏也是我们自己在家自用5年的一个牙膏了，姐妹。我们开直播几年就卖了几年了，它是正儿八经带绿标的，很多姐妹跟着我都买过这个牙膏。是的，这个牙膏真的超级好用，这是绿标的，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都可以用。这个绿标是代表的安全性，宝贝儿，超级好用，对不对？它是蜂毒牙膏。什么叫蜂毒牙膏呢？蜂毒听着挺害怕的，蜂毒它是蜜蜂尾巴尖上的毒素。但这个毒素呢，它是对咱们人体没有毒，但是它对你口腔问题特别见效。有没有一刷牙口腔里面容易出血血的？然后你有没有牙龈出血血的？有没有口腔经常溃溃疡疡的？ 有没有口腔里面整天味道特别重的？有没有宝贝，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感觉你的牙用别的牙膏刷一段时间就感觉会变黄的，就是你感觉不适合，你刷着刷着你牙本来没那么黄，用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牙膏变黄了。
有没有进入姐妹们，你刷完牙一小会儿，几分钟以内是清爽的，过了几分钟嘴巴里面的味道又反出来了，是就是你感觉你嘴巴里的口腔异味特别的重，而且你口腔你越刷你的牙越黄，而且你越刷的话你的牙齿越敏感，冷酸灵的这种都是可以用的，宝贝儿，它对你口腔里面的一些小炎炎小炎炎特别管用，口腔上火啥的它都管，因为它是封毒肽的，宝贝儿。一般我们家封毒可立克牙膏只有在药房里面有卖的，药房超市大型超市有卖的，一般不卖，药房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广东四合堂。你能不能让我说完你再插话呀，它是正儿八经的大品牌，宝贝儿啊，它是广东日和堂生产的，它大部分在药房卖的比较多，因为正儿八经的它是有效果的啊，封毒肽的牙膏，线下统一零售价格是39.9一支，它是那种薄荷的味道，宝贝儿，就是你刷完牙以后半个小时以内，你口腔里面都是凉飕飕的，像开了空调一样。是的，大家都知道，来正儿八经的39.9一支，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来一支牙膏四就是39.40，两支80，来三支。3支120，对不对姐妹们，3支120，来4支，4支的话宝贝儿多少钱，4支牙膏的话亲爱的你们也都知道是多少钱，正常卖价4支牙膏160，今天160您不要宝贝儿，139129109我全部都不要，来直接改价99也不要，89 69 69 49我也不要了，大家都知道没有低于49.9的价格过，对不对姐妹们，是的，从来都没有过吧，今天在您的直播间49.9我也不要了，直接给我破价39.9来改价上车，我算两个，最早的时候都是卖49，后来搞活动39.9，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来39.9，今天咱也不要，全部双十二做活动，从来没有破过这么低的价格，再减2，37.9，宝贝儿，给力，牛不牛？下单成功，今天4支咱还不要，破了那么多价格了，宝贝儿，今天再送一支，来5支，到手一共5支可立克牙膏，今天还没完，下单成功再送一支，6支，我的妈呀，姐妹们，你见宁家啥时候给你卖过这么便宜过？39.9给你发4盒已经超便宜了，再便宜2，37.9，然后我再送一盒牙。